就是那个斜缝啦，斜缝应该有鱼哦。待会去那边钓钓看。什么工作？看到一条像丝木鱼。这好国际，阿福，不愧是化学阿福。七彩蓝色、红色都有。拖走干什么？你阿福那么饿吗？越来越小心。哦，又拖走，那么是怕吧？那小小子一堆，哇，大丝木鱼，我。又肥，像丝木鱼，很好玩。钓这种就不用加摇线啦，直接飘就可以了。
没什么意义的。半死这母的，太窟里断掉，它下去就拖走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完全。
哦，要鱼是要鱼的。变天了，变天喽！要下雨了，要下雨了。先回家了，好，下回再见，拜拜。